堪称教科书般的操作，下岗更是稳如泰山。接下来的何可欣我们可以闭着眼睛观看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高低杠公主不是白当的。顶转起架，起漂亮，0.4的加分，这块连接完成得很好，90.360，十级验证，好的，这块连接又完成了，很好，怎么漂亮，非常好，资格赛的那个关过了，调升回环，大回环180下了，坚持。他在高低杠上空翻，就连很多男选手都做不出来。你要是没见过猪跑，我信；你要是说没见过何可欣的高低杠，那你必须得点个赞弥补一下。不出所料，中国队越超过美国队冲到第一，而接下来是最容易失误的平衡木项目，派出程飞、李珊珊和邓琳琳。